我们这只出生才一个小时的第三只小鸭看起来活力不错，已经可以边爬边跳了。我们也希望旁边这一颗听到它的呼唤，赶快出来。刚刚还是忍不住帮它剥了一些蛋壳，但是还是希望它靠自己的力量，否则出来健康情形不好，也是很容易中途夭折。